秀，那你身上随时都有金苹果哈。有啊，不要再挖了，你很啊啊啊！那你哎，刚没放到我的白痴。那我在，我有。好，你也有，你有，好好。哦，麦，不要砍我，小坏坏。这个要往上叠也好麻烦哦。家里又爆了，家里有爆破兵。那个，我看到在二楼，对，西瓜，他又来了，西瓜来了，爆破兵。哎呦，还爆破，！哦呦，这个一直跳，很难打。不，没关系，你不要打，一拳你去挖，分数。我赚钱，赚钱梯，哎呦，这世界太可怕了。他跳塔楼上面了，塔楼上。你的地图啊，可怕。反正家里我尽量顾着他。怎么了？你要怎么？他打得很痛，我在打，跟他打。远离哦，。嗯。是神仙打架吧？没意思，你就去挖他们的那个熔岩，然后我的挖熔岩，熔岩我破了，他们的箱子跳来跳去。哎呦！哎呦！你可以抓他们落地的时间打。对面国王又来我们家喽！哎，真麻烦。还好你这个恶灵，你在三楼跳一跳，交易区他们绕圈圈跳，他追不死你，我会保护你，好不好？哦，又走出去了。对，没关系，他就只是来乱的，因为这个跳要杀死国王比较难。嗯，很恐怖哎。只是我们的恶灵不听话，不听话，哦哟。他拿走你的金苹果哎。对呀。阿基小心哦。好。他超烦的。这里。哎，你这样炸，你好歹说一下，队友杰克。我想说。我想说是他，我有抓呀，那个杰克，沟通，你要炸可以说一下哦，好，这是杰克西，他们放箱子了，放箱子，你可以买一个炸弹或买稿，先把其他的挖掉，让他努力挖，不要理后面的家伙，先不要动，摔好高，给你盾牌，有问题，主手举盾也可以，好累，好累哦，所以那个。别追了，按过去。OK。没事，他也只能这样子乱啊。等一下，爆破兵。哦、我们的地狱门哦，偶尔可以看一下，对，有没有那个箱子？地狱门爆了。嗯。小心有半，地狱门乱脚，不是半脚石，那个垫脚石。半脚石，半脚。所以地狱门有放那个了哈，对对对，我再放，我再放，可以先有点进去。陈婷，有，那你就一直跳到三楼，二零跳到三楼，他好像是在三楼，现在在，没有顶楼，顶楼，跳到顶楼，啊对，补血补血补血，拜，对，那还有一个啊，缺食物再跟我们讲，再买给你，嗯嗯，哎，自己把自己的格子挖掉，嗯。怎么没挥到？妈宝哎你！哦，有在我们地狱门那边哦，还放炸弹哦。小雨就给你啊。哈哈。只要你持续在上面跳，没有人可以杀死你，好不好？熔岩的分数。你打我了，打我没有用啊，还不如多放个箱子啊。妈的！不，这边有两个人在挖、啊。熔岩又需要放哦。去放啊！差四块。他好像跑在三楼。手榴弹，小心！小心！我勒个！我再打他！对不对？二零不用怕，他擦一下，小心哦！有干掉！好像还有一个人哦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蓝色，我有铁子。你食物都够哈，够，来，会很 OK 的、啊。那个分数，我们要继续努力。防守不用担心，进攻。好，进攻。喂，哦，
哦好，到家了。这商人好难买东西哦。真的，我跳真超智障。等一下。我帮你割一下。我跳那么慢。哎，我丢那个。他丢，随便丢，我命不值钱，你随便丢。哇靠！哇塞，命是没错啊，随便糟蹋我。什么都没带，直接冲过来，这也太难叠方块了。可以。家里商店 ，help！ 你们先。走一下 ，OK。马戏团哦。跳不到那个，这里跳狙击手啊！哦，好难打、啊。输了、啊，跳掉。很难受、啊。这也太开心了。等一下，真心打球。没有，你收到一下。我掉阶了，哎呀，我摔死了。他上去了哦。哎呦，干掉一个，干掉一个。他为什么？哎，哦，杰克，我丢 TNT。哦，两个人。好，你直接丢吧，我都。哎，家里有人。我操！哈哈，加里高，真的是两个，还有一个在屋顶。好，那我先过去陪你。怎么那个？他快死了！你要小心，差一点，你在瞄准的时候速度就变慢。很难受到。坐下来。怎么没推进岩浆？可恶！他要上去顶楼喽。可恶。嗯。哇，谁呀？那么屌。我哇，然后你在那边哦，对啊，他们都只守地狱门啊，不看上面的。很团，你跳了上来吗？你要不要想办法上来？好，你在哪里啊？在你头上。哎，他声音低。哎，我们的水母也要注意哦，我们的水母有人在弄。哦，水母下面有放。哎，水母的脚脚有那个箱子，其实。好。对，我在顾。我就是专门就只放箱子的，我就不玩了，就只放箱子。我偶尔会去帮忙放箱子。因为那个我叠不到。放箱箱哎，等下新的那个看能不能叠。好，你看龙岩他们的箱子炸掉了，我补了。啊，可惜慢了。小心雪球。龙岩新的箱子已经补了。啊，允你先继续造路啦，我先继续看能不能多炸一点。好，我在你头上先造路。嗯，啊，水牛，哎，哦，我们的水母要被弄了。那个二零不是有弓箭，射水母的。他们一直跳，他们在弄。不要打我啦，打我没有用。摔下去了，摔半死。啊，我摔下去，哇，没关系，我还在上面。我 TNT 也用完了，没事。去多买一点箱子，真是跳！差一个啊！哎呦，哦，白痴！可恶，我叠太高了。啊，所以你下去会直接死是不是？没有，还有两三个炸，不能直接炸到。好，然后外面就交给你们了，防守我们来。他们现在已经也没有在攻二零了。他们。对啊，就是他们就一直在挖两边，然后我们就在两边弄。团团，我们家三楼的左边有楼梯。好，哎，他自己钱给你。嗯，不要钱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让我存起来，继续拿。没收你的雪球。快！有人来了，有人来了！跳！撑个十秒我就来了。二零宝宝，撑下去！妈来了！他炸完了，水母被炸掉了。什么？我炸了，我放了，救到了。啊哈，漂亮。那个你有办法把他打下来吗？他要炸了。啊，尴尬，等一下，剩两块，上不去，上不去。水母比较重要，二零宝宝你自己加油。啊，我上不去啊，这怎么上去啊？剩一颗星了。其实那样还 OK， 我就把这边石头全部挖掉。对面国王，对面国王。哎呦，我死了。我们的红魔鬼也是哦，我们的红魔鬼哦。箱子拆掉，箱子拆掉。红魔鬼啊，我看到了。把我全部升回来。嗯。要补了。六六六，好。掉。哇，水母。
他们的。哎、欸，想要，想上去。哇，他这个真的放到了，真的放到了，可惜。魔鬼。那哈基就给你守了，我先继续那个。哎、欸，我走了。你知道楼上又是谁？二零，小心啊、喔！哇！哎呀，痛！我又死了。二零，稍微小心哦、喔，二零。二零哦，二零被两个追，二零被两个追，认真。二零哪？哦，跳！有，很会跳。对，他要打到的时候，你可以微微的举棍。炸掉了，来不及了。哦，吃金苹果，二零。走。有，哎，没有。走。好，我们你继续跳。啊！被炸死。没事，他没有追上。这有和平吗？这个哪里和平了？不和平了，附近应该没有人吧？哎、欸，那个水母，他们在炸水母。哎、欸，杰克熊在这边，脚下。国王在炸，别来哦！啊！我下去了。哎、欸，好，两把。他看那个强力的，哎、有没有？哎、欸，我前放保险箱，你们自己去拿。野吗？好，哎，啊，零又过去喽，哎呦，这里来的人有三个，对你跑走，我在跑，好，没事，二零，暂且不动个十秒，我给你金苹果，来，嗯，四个都给你，有人在外面，水母需要帮忙，水母需要帮忙，我们发光，好，我在挖钱，我要挖岩浆块。下来了，还是，那个好难跳。什么意思？二零要持续跳跳哦。二楼一只。这门口能出去啊？就直接电出去，电了。二楼一只，快死！又被弄一只水母了。好。哎呦，我们这出门怎么这么恐怖？哎呦，吓死人了！不要从正门吧。差点直接摔死。要电。哇，他在那个炸的哦，所以要小心哦。我红魔鬼要少一只了，红魔鬼快没了，哇，尴尬了，我这边快把他们挖掉了，挖掉一个了，持续用分数，嗯，哇，还用炸的，哎呦，他打不到你，我整个那个他爆炸，哎呦，这洞好麻烦了，哎。放出来，决心脸，还蛮像的。哦、啊，一直跳，好烦啊！水母要被弄了，水母要被弄了，救命！我在刚弄完红魔鬼，跟我。等一下。哦，好难跳哦！我操，好难！这画面是定格的。等一下，二零是不是被打了？二零，我食物要没了。啊！你吃太快了吧？哎呦！大概商店旁边一只，他跑走了。好，没事。二零，你只能靠自己啊！我们先弄红魔鬼。我们大家全部都用零，全部都超忙的啦，都有事情在做啊。真的，哎呦，救一下、啊！喂，又有一个。哎，团跳到路上面，跳到路上面，我炸。好，你炸。给我杀掉一个，终于。好。幽灵的是那个西瓜，我在用。有，放到一个。对。哇，上面那几个是比较尴尬，你调一下位置哦。可以。OK， 好，那你先炸，你先炸。我先炸。我们地狱门哦。好，地狱门要不要挖喽？你持续炸，我持续挖，挖哈眼。哎呦，那你顺便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人要上来哦。快上面。目前没有，水母需要等下顾，水母需要顾一下，水母要被炸了。我在。二零被恶心了，二零被恶心了。有人在我们头上哦。要躲，叠一下。我吃很多苹果。好，你自己加油。想办法活一下。我把他打下去了，可以了。那个下去了。地狱幽灵其实如果有买那个弓箭，就可以一直射，因为他最后几个黑曜石也是得挖，一定要用挖的。对啊，你用弓箭就比较好去 poke 他。好，想办法。哦，他摔死了。哎呦，干嘛挖个红魔鬼的地方？啊，这是你后面。汪汪汪汪，你可以去买个弓吗？
好，我去买弓。对对对对，帮我买也可以。哎呦，我摔死了，这么高！隐约他刚刚是不是漏掉我了？那你自己买好了。他好像没看到你。哎，时间要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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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要传回来了，要传回来了。哎呀，来不及。快点！可恶！可恶！要传送，要传送啊！结束了，结束。啊我觉得隐约刚刚配的还不错啊。啊，追回来了。我们刚刚那样配的还不错啊。对啊，可以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有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去买弓，他要弄再弄他。